小美冰淇淋老板是曼都，二十年接班女儿珍奶冰棒创奇迹。要投资这个小美的时候，我们厂务的员工平均大概差不多60多岁。如果说你要员工笑，那一定要让他就是觉得幸福，他才会笑，所以一定要让他的新鲜满意。TVBS 看板人物每周日56台。